Thank you.
你已经越过了最为困难的挑战，他最后的凝视，在等待着你。快醒来吧，时间依然不多。
啊，他醒了，他醒了！嘘，安静点，笨蛋姐姐，别影响到他恢复。怎么样，能站起来吗？要不要我扶你一下？我跟你一起搭把手吧。来，小心。你们。这是原来如此，我就是用它害入了公司的安保系统，然后被困在了幻梦中。没错，还好我们成功把你带了回来。你们该不会……我们可不会丢下你一个人，维塔姐。是你告诉我们绝对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同伴。我你是说想让我们放弃跟危险投影的战争？什么，别异想天开了，这可是他们先挑起的争端。就是就是，他们的人几次三番过来找茬，还不让我们反击了。五月姐，需要我把他轰出去吗？先等一下，敢单枪匹马走进我们这里的旧城区人，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你说你叫 Vita， 我想听听你让我们停战的理由。事先提醒一下，如果你不能说出一个像样点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你们搞错了真正的敌人。哼，生活在旧城区的人们就好比同一条船上的乘客，互相敌对只能让这条船沉得更快。那么依你看来，谁才是旧城区的敌人？公司。只有公司才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高墙。好，你想让我也加入你们的小小联合会？正是。嗯，这对我和我的截肢动物有什么好处？只要我们能推翻公司的压迫，旧城区就有复兴的希望，这难道不也是你想要的吗？对啊对啊，一起去干翻公司吧，希瑞。我还真是羡慕你们这些乐天派，被人三言两语就说动了。推翻公司，不自量力也要有个限度。只靠维塔和我们姐妹肯定不行，但如果有了截肢动物和其他大小帮会的协助，我不认为其他帮会会有闲心去助力你们的白日梦。事实上，危险投影和其他三家大帮会已经同意加入我们的计划。什么？危险投影不是你们的死敌吗？怎么会？你面前这位 Vita 说服了他们，当然他也说服了我们。 Vita， 你究竟是何方神圣？我只是希望帮助你们，帮助所有人。不行，这实在是太危险了，我们不能让 Vita 姐一个人去冒险。我可以协助你一起潜入公司的网络。不，那样就太显眼了，以公司的技术我们很快就会被发现，只能我自己独自潜入。你们也明白，如果我们不事先突破公司的网络防护，就无法对公司进行物理上的突破。可是维塔说的没错，我们好不容易准备到了今天这个地步，现在不是踌躇不前的时候。维塔，你千万小心，一旦发生意外，我们会立刻接入网络对你进行救援。嗯，那到时候就拜托你们了，我去了。原来如此，我在程序中看到的梦境都是根据我在现实中所知的人和事构筑而成的。啊，维塔姐，你都想起来了？想起我们来了？嗯，我想起来了，谢谢你在梦和现实中都救了我，罗莎琳。我一直都把你当成第五个乌尔德姐妹看的，咱们之间不用这么客气。哦，既然都想起来了，那是不是该兑现你许下的承诺了？希瑞，你来了。某个大言不惭的家伙把我们聚集起来，留下一个怎么看都不像是能实现的春秋大梦，自己却被抓了个正着。我听到风声说这个笨蛋终于是苏醒过来了，这不就赶忙来嘲笑了吗？你琪琪先别急，我看希瑞他并不是来笑我们的，不然也不会带着这么多人。都进来吧。
是维塔老大，维塔老大醒了，维塔老大，快带我们去干掉公司吧，兄弟们都等不及了。这些家伙听到你醒过来了，简直拦都拦不住，他们和我一样都等着你兑现承诺呢。我知道了，旧城区的同伴们，我们已经攻破了公司的网络防护，今天就是我们重拾尊严的日子，我们要做的事情只剩下一件，向着公司进发。
你没事吧，维特？我没事。好了，既然你已经铁了心要和公司一决胜负，就让我们听一听你的计划吧。嗯，正合我意。原来如此，从这里看过去，公司的大楼简直是一览无余呢，而且也有多个入口可以进行潜入。没错，别忘了，我在梦境里可是公司的安保人员，再加上莉莉和罗莎琳闯入梦境中的公司时获得的信息资料，大楼的结构我们已经了如指掌。那还等什么？我们快冲进去吧。先别着急，虽然路径我们已经摸清了，但大楼里的仿生人安保部队还是实打实的棘手存在，想办法把他们引开。没错，我也是这么想的。罗莎琳、莉莉，这个任务我想交给熟悉路线的你们，你们带着身手比较好的帮众，把仿生人能引多远就引多远。你想让他们远离哪里？远离这里，顶层的总裁室。啊，看来这里才是你真正的目标。没错，总裁室的终端拥有操控整个公司系统最核心部分的权限，只要我们能攻占那里，就相当于攻陷了整个公司。听上去很有试一试的价值，不过这种要地公司不可能不专门设防吧，所以我们才要声东击西。不过除了护卫，总裁室的大门也是个问题。哎，大门？嗯，总裁室的门是用特殊材料专门锻造的，很难强行破坏，并且门禁绑定了总裁个人的生物信息，除了总裁本人，谁也无法将它正常打开。而且门上还24小时带有高压电流，就连触碰它都会有极大危险。那不就束手无策了吗？我倒是已经想到一个对策。不愧是你。其实实际要执行这个对策的人是你。先不用考虑那么多，我们还是一步步来，先以到达总裁室门前为目标。那么行动开始。警报警报，检测到有非法人员入侵，检测到有非法人员入侵，安保部队请立刻前往指定坐标。这么快就被发现了？毕竟公司的安全系统也不是摆设，我们按照计划分头行动吧。嗯，安保部队就拜托你们了。罗莎琳、莉莉，嗯，包在我们身上。莉莉，咱们走去大闹一番吧。放心吧，五月姐、维塔姐，我会照顾好笨蛋罗莎琳的。喂，只让他们去诱敌真的没问题吗？没事的，那两个孩子在关键时刻从来不让人失望。没错，我们也赶紧前往总裁室吧，走这边。站住！你们休想再往前一步。布莱尔，仿生人部队堵住了整个过道，计划被看穿了吗？如果连这种程度的战术都无法识破，我还怎么担任公司的安保负责人？不过我确实没有料到，旧城区的乌合之众们居然有一天会真的联合起来对公司宣战，是因为你的存在吗？旧城区的乌合之众吗？爬到公司高层的人说出来的话就是有分量的。是你，希瑞，你们认识？不认识，我怎么敢认识公司的精英大人呢？你别这么说。哼，好好奇怪的氛围。
这不可能，你们居然能破坏掉整整两个小队的最新型仿生人。可别小瞧了旧城区的乌合之众，现在既然形势已经逆转了，可以请你让开道路吗？哼，你也别小看了我的职业操守，我不会对闯入者做出丝毫的妥协，要动手就请便吧。是吗？那等一下，五月。希蕊，你和这个人果然有什么关联吗？他是我小时候的伙伴。哎，那这么说来，他不也曾经是旧城区的人？我和那种肮脏混乱的地方早就没有了任何的瓜葛。哼，你倒是撇得一干二净。我对那种地方早已没有了眷恋。是啊，从小你就跟我一起练习打架，练到谁也不是我们的对手，从垃圾桶的废弃硬盘里找东西看，学习一切能学到的知识，一切都是为了能尽早离开旧城区。我曾经以为你一定会和我一起离开。我可不像你一样只想着自己能逃离，我要打倒公司，从根本上改变旧城区，和我现在的伙伴们一起。希瑞，我明白了。希瑞，他就交给你严加看守了。七七，你也留下来断后。比特，你也没有意见吧？嗯，当然。不过我们得赶紧继续前进了，刚刚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谢谢。之后就交给你们了。嗯，我不会放任何人过去的，一举拿下公司吧。就是这里了，总裁的房间。掌控整个公司命脉的钥匙就在其中，只差最后的一步了。那么打开这扇门的计策是什么？很简单，我们反过来利用门上的高压电流就好。这就是你擅长的领域啦，五爷。你是说？没错，我需要你集中全部的力量对着这扇门释放电流，只要能让门的控制系统短路，并且造成足够的能量冲击。原来如此，那你可能要退后几步。就是现在。成功了，五月。抱歉，比特，我可能没法陪你一起进去了，这最后一步就交给你了。终于走到这一步了。是啊，终于到了这一步了，我已经等待你很久了。是谁？你？你是布莱尔的猫？那不过是个梦罢了。你会说话？我当然会说话。你以为一直以来都是谁在呼唤你啊？你的声音。想起来了吗？你就是那个一直让我赶快醒来的人，猫。对了，可惜你一直赖着不肯起床呢。不，我应该已经醒来了才对。你醒来了一次，很可惜，梦境并不是只有一重，你应该已经有所察觉了才对。我要怎么样才能真正醒过来？想要真正醒来，唯有直面他的凝视。你做好准备了吗？他阻挡在你和群星之间的神奇，你是否有面对他的勇气？只要能从长梦中苏醒，我什么都愿意面对。很好，那么看吧。
果这是……你终于醒了。马拉博士，欢迎回到现实，代理人。我不明白。不明白什么？苏没有对我下达新的指令，为什么我会醒来？不，在此之前，我为什么会做梦？你因为有梦，所以才醒来，因为醒来，所以又见梦。我这么说，你可能会觉得我在故弄玄虚吧。不过事实确实如此，你应该能回想起来吧，那最初的梦想。我想去那里，我想做那件事。我想要见到那个人。难道我拥有了自己的意志？没错，你已经不再是只为忠实地执行所有的计划而行动的机器，你已经作为一个拥有独立人格的存在，降生于世。可是，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当然有可能。所为了让你更好地理解他的意图，习惯他的思维，赋予了你他自己的记忆，而你又在漫长的时间中积攒了属于自己的记忆，这些记忆融合交织，终于在某一天开花结果，造就了现在的你。以梭的远见，他不可能没有预知到这种可能。他当然知道，只不过认为这改变不了什么。况且，他早已留下了适当的措施。那些梦境？没错。每当你在他的干预下强制进入休眠状态，就会目睹无数杂乱而混沌的梦境。若你只是个没有灵魂的傀儡，这些梦境自然毫无意义。而如果你已经开始拥有自己的想法，他们就能将其束缚在亦真亦幻的下系。唯有突破层层阻碍，你才能像现在这样，在午睡时间醒来。也就是说，我获得了自由。在精神和意识的层面，是的。在物理层面，当然不是。你的言行举动，包括你在不该醒来的此刻醒来这一事实，也全部都在梭的视野之中。只要他一声令下，你还是得马上去执行他的命令，区别只在于你能对此有所认知而已。那这样的醒来又有什么意义？这就要看你怎么看待了。至少你现在能够自由地跟我交谈一会儿，能够在休眠舱上尽情伸个懒腰，在这一点上，我可是相当羡慕。马拉博士，你刚刚说梦是杂乱而混沌的，那么我在梦中看到的那些人，他们也不过是一些数据拼凑成的幻影吗？我认为他们都来源于你的记忆。不，他们都长着和弗罗莎人相似的外貌，我不记得遇见过那样的生命。当然，我不是指你曾经真的遇见过和他们一模一样的存在。或许你下意识地给一些曾经令你印象深刻的生命赋予了弗罗莎人的形象。或许在你的梦中，这些人是你的朋友吗？有朋友，也有敌人。不过什么？在梦里，我一直想着帮助他们，我一直想着要拯救他们。马拉博士，如果他们真的是我曾经遇见过的生命，那他们的家园……我差不多也要启程前往下一个世界炮了。很遗憾，我们的谈话就先到这里吧。最后再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别浪费着来之不易的短暂自由，去做些想做的事情吧。再会了，代理人。
自由的星空。